啊，你先搞清楚，这是比如说这是第二级的一个枝嘛？对。第二级的枝，它出果期的时候，就是第二级，它本身就是一个结果母枝嘛？对。就这就是果嘛？对。明年就结果嘛？明年这就是花芽了。对，明年这就是果嘛？对。像这就是果嘛？莲花座嘛？嗯嗯嗯。那这结果完之后，这再出来，这就类似于复烧嘛？嗯，复烧哦，这就叫复烧。哎，对，这是复烧，但是呢。像这它变成条子，一条子的形式表现出来了。嗯嗯嗯，它如果长度超过了50公分，那你就给它一推二转三固定呢，让它下来嘛，一推二转三固定，这不下来，都这样接嘛，让它接，叫它变成结果母枝了嘛。对，但是这个枝子不能剪吧？那不能剪，你剪了没产量了嘛？对对对，我就觉得要剪了就可惜了嘛。剪了不对了，很多人就出问题就出到哪地方哈。这个枝刚当出来的时候，它是二级枝，嗯嗯嗯，出果期它是结果母枝，嗯嗯嗯，但是进入过去出果期之后呢，这个三级枝出来之后，它就转向三级挂果，这个拐点它就迷了，对对对，这个拐点拐不过来，就造成什么？就造成他们把这结果母枝去掉了，对，这是干活的，这是负责领导的，对，结果呢，他前期看没，他从小兵升级成连长，然后这样的工兵干活了，他一直。让连长干活的不行了，对的，把小兵去掉了。对的，我就见了一个大树干，啊、他们光是在二级枝上挂果，对，没有三级枝。就是那个时候，他其实这个所有的果树一旦进入圣果期，都应该是三级挂果。三级挂果，但是他一直在那个二级挂果上转不过来，那个拐点拐不过来，迷了，对，就造成产量，一进入圣果期没产量了，嗯，还不如不进入圣果期，就在那个老枝上，对，老枝上啊。它更这样的枝，你看这样的结果母枝之后呢，这个第二级枝只留5到7个嘛，一般情况就留6个、嗯、5-6个，然后光更新这样的三级枝，三级枝连续结果，接个5到7年再更新这样的三级枝，啊，接个5到7年再三级枝，它是这样的情况。我们现在把三级枝，你看，本来这个可能就是一推两转就，对，你像这个，这都是复烧嘛，你这都让它接嘛，就不嘛，就像这个就最后不动了嘛，对。你看莲花座这个，比如说像这都是那么莲花座嘛，莲花座明年在这结果嘛，结果同时它在这个位置往上长，往上又长这么长嘛，对对对，它还复烧哎，嗯 嗯，这就叫复烧。那像这些东西，它没结果，它直接没有结果，这个没成花，它直接以复烧的形式表现出来了。那上一年结在这里，这一年从这里又长到这里，它是这样长的嘛。那么像明年是不是这个就可以挂个有花？明年这上面就有果了嘛？嗯 嗯，你像这样的条。这样的条，这不是一年的条吗？嗯嗯嗯，因为这不是2020年的条，嗯，2020年的条，等到2021年，它这些花变成莲花座，2022年再结果，嗯嗯嗯，开花结果，它是这样的。有的人等不到，看不懂2022年什么状态，就在2022年之前给它去掉了，就给它截了，嗯嗯，啊，马云说那话比较经典，今天什么很残酷，明天很美好，很美好。很多人死在了明年黎明前，黎明前的黑暗了，就真的就不行了，这没等到时候。嗯、你看，你像这树啊，是吧？嗯。一个领导干上来之后，这下面这都是临时枝，都是临时的，你不能都不容有。嗯。你最起码说在1米5左右再留这样的枝。嗯嗯嗯。你看这枝它不是4个竞争吗？这都是竞争，你只能选一个，这个枝选一个，不是选一个枝的。这样的所有的都得干啥了？都得让它这种状态才对，拉平，对，不能让他竞争了，他不能再粗了，让谁竞争？留这一个领导干粗，长大长粗变强，他的任务两个，一主要的是结果，二是辅助的领导干长粗，你不能让你看这4个你不拉，那不齐头并进吗？对对对，不行，再拉啊，所有的给他，你这个阶段往这个阶段往这个方向来呀、啊，那不就过来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个来拉住一点，这个就在上面，这个就在往这个方向来呀、啊，它是这样的概念上面，而是在这个方向，这树你看，这拉它不就成了，它不就看变成一个了吗？这个它就在往这个方向来的，这个树它是这种状态，这才叫树啊。那上面那个头是不是也要去掉呢？头不去，就去它直接往上，还往上长。就得长，比如说咱这树的高度定到3米3，嗯嗯，你让它长到4米。长到4米就在3米3那个位置上，你看吧，它就开始往正北方向、东北、西北方向一拉，让它变成一个主枝。嗯嗯，它这叫主动落头。你不然的话，你要是不管，在分枝的时候你被动落头，你得下锯它有剪口啊，剪口它就朝天疤呀，它不好愈合，它是留胶啊，对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像这哈、啊，当时你这，
也没走多少弯路，知道吧？但是弯路还是走了。嗯，但你看这是不是出了大了？这样对，是吧？这不在位置上的芝麻，你当时就不应该让他大，控制住他，让他为这个领导干服务，那这个树不就长得粗了，长得大了？你这样造成它营养分流了，哎，分散到这一二三四五，它分到那五个上面去了，就造成这个看，这个领导干部粗壮，是不是？你把这一拉开之后，它一不竞争，它变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，相辅相成的关系，它就好了嘛，是不是？你这树漂亮，这是咋回事？啊，炸皮了吗？营养太多了，不是柏树了。没有，这个没人会播这个东西。所以拉这个樱桃树哈，拉樱桃树，尽量不要让它见伤口。嗯，尽量能不损伤不损伤。为什么？桃树、杏树、李子树，它容易有伤口，容易流胶。啊，你就轻轻的给它一推二转三固定，哎，犄角给它转面到位，好吗？推过去之后，它一转，它就出来了嘛，是不是？你看它这个，朱熹这个树就流胶了。啊，你是一种病啊。流胶它有这个特性，但是只能说你是绝对不流，那也不正常，也不对。我现在会吃流胶呢。啊，你把这个要拿个刀子把它裂开，啊，完了之后呢，要用那庚辅林和那个高锰酸钾呀，或者石榴合剂，不断的。